我们第一次考核完，当时大三一还在还端着晚饭呢，他端着晚饭，然后站在宿舍门口，我就冲过去抱着他，我在呐喊，我说啊，我终于考核结束了。然后他当时那个晚饭就拿在手里，他可能就是有点不知所措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吧。他说啊，考完了，现在一想真尴尬，这么下饭吗？什么这么下饭？北冰洋。最近是有点爱喝北冰洋了哟。哎，我之前还有一次就是差点，不是差点，我就是给晚上好行了个大礼，就是在今天小高还跟我说他给依依行了个大礼。今天的妆看起来有点诡异。晚上好。什么时候北巴来新人了？跳舞一边吃饭。不，他是。我在等待他去看我们那个考核，我在等待录音。他非常的狡猾，因为我们总是早上好嘛，觉得有什么意见是要提一下，他每次都只看就是要到点评的时候他就溜走，他怕被顶。我原本想就等录音结束之后再播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，我怕到12点到时候我直接睡着了。我之前就是小我们刚你好想小你想小智不想我不敢出门不太敢出门，就是我讨厌智腿，外面非常的吵，然后他们在讨厌你们智腿找剪刀，我们房间正好有剪刀，然后我小高小马，然后当时有轩轩好像还没来，那时候我们都在晚上，怎么都在小智晚上好，他在那种门口，你们懂那种就是一个头那种摩在一起的吧，就是趴在门口，我们想就是寻找一个机会去说我们这有剪刀，是因为吃的，我们就三个头，就是他这个、就是一个两个三个那种，然后为什么我的脸在动，然后是不是因为光太差了，前辈看不出来了，然后我就是一整个身体倾斜，然后加上后面他们就都压在我身上嘛，就是你变成小智田，他是一只鸡，你怎么可以当一的当鸡的舔狗，前辈我们有剪刀。昨天我吃那个很辣的那个炒米粉，然后给我吃的胃里特别烧，后来我是把那个沾到水里才能勉强吃下去，就是很尴尬，我就是整理错题，感觉我做这件事情已经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，就是也是跳起来我说不用，那你个事扭了，今天好累。七，小怎么都在小智晚上好，把小智丢掉。合肥不吃辣吗？可能是我不能吃辣吧。主要是昨天晚上他们先吃了一口，他们吃了一口之后跟我说不辣，然后我就把辣包都一下放完了。晚上好。你都喜欢看小智，都只喜欢看小智，小智都不开镜头。这里面是发生了灾难吗？老公。然后这里是反的，好酸。大多爱吃咸，哦，我就是他们爱他们别人爱吃零食都是吃什么甜的，但是我就一定得吃咸的。在我嘴巴馋的时候，一定要吃咸的东西才可以。哎，我又回来了。你的实训报告，就是命，这是缘分。张晴，你的小痣上面被沾了鼻水。你的小痣啊？哦。就是最开始，就是我说的不准备拍那套校服的。今天晚上，我觉得今天的眼妆很奇怪。跟我就是，但是说不上来哪里奇怪。那他觉得就是在那里拍非常的适合，我就说那好吧，你就拍这个。就开始想拍另一种的。二号新人老公是什么？我当时决定说拍另一种。还没有出道就喊老公了。但是就是怎么说，反正拍出来还是不错的吧。怪美的。哦，你想听我？你想听了是吗？你想听了？眼线吗？不知道，可能是眼影很奇怪，但是眼线今天好像也不对称。如果说在路上看到我可以，那你得先碰到我，我从来不出门的。也是有个，
你得有机会碰到我才可以。是不是有一款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就是随便买了一件，也不是一件，买了两件，在同一家店里，还被人说成是同一件，他们只是长得很像而已。感冒了吗？我最近好像是有一点过敏，你就是一定要戴口罩，一定要戴口罩才可以，要不然就会鼻子里很难受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来找我。新粉吧，你怎么天天都是新粉啊？走了一小段。天天看你都说自己是第一次。你刚买了一个短袖，是不是那个什么？然后也没有打枪。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，我一会儿看一下吧。你也是新粉，海狗。你说你是新粉。春天就是容易鼻子，对，可能是春天的一些花花草草、树木什么的，容易让人过敏吧，好像是。今天的新粉，你每天都会重生一遍是吗？盘的是一个菩提，一个菩提串儿。海宝，你再来叫自己海宝试试。人嘛，总会有就是 emo 的时候嘛，但是我是调整很快的。这个串，只要过了，我不知道是它为什么它就是沾上了红色的，能看出来吗？它这个串它不纯，它颜色不纯了，它有点发红。怎么回事？但是我平时把它放在我的枕头底下，我的枕头底下唯一的一个红色就是一个，就是一张现金纸钞。但是纸钞会掉色吗？吸血啊！学了吸血，那他太可怕了。海宝怎么了？我忘记了，反正就是交了。能不能叫自己一个正常的称呼？虽然说就是一开始还不太敢滑，就他扶着我滑。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这个。我之前学过那个平衡车，就是说你才入坑三天，但是真的。晚上好呢，人手是菩提，对，我还有一个第一次，我还有一个朱砂，比较喜欢串。学了一小会儿，就学会了。当时我这个串儿，我这个菩提，他刚买回来没有一个月，只有半个月就丢了。我不知道就是哪儿去了，然后我还浅算了一下，但是也没有算出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就没有再找过他了，他自己出现了。找学订个串儿，他之前弄串儿都要弄麻木了。你要干啥？在这出门就忘。不知道你想发翻牌，不知道发什么，你就随便发吧。我能跟你硬聊。一直在方圆老师看到了，但是他不出声。反正我也不在，可能在不在。哎呀，你们两个，我还在等录音，所以我一会儿我可能会频繁的切出去，然后。看一眼消息，因为我原本想的是等录音完之后再播，但是看样子要等到很久。偷偷的来瞅瞅，但愿没被发现。被谁发现啊？偷偷摸摸的。串儿不错哦，我不带着过去的哈，我可是不会带着的。检查七周年嘛。他说如果好的话，我平时戴这个比较多。三十号的时候就可以休息一下，为你老公搞搞。但是就是如果现在在直播的是搞子梦，然后比较乱，我们三十号你老公高高不在这里，现在是搞子梦。所以说现在就是、你可是峨眉山抢，应该回家了。好吧，但是我不带过去，你抢不到，除非你的手很长，伸到我的宿舍里面。你老公是搞子梦。啊！现在稿子梦跟着稿子梦没有在直播，现在是叫什么来着？稿子梦在。几首大歌，这是可以说的吗？猴王。这个是可以说的吗？美猴王是美猴王是吧？可以，我先想一下。我讨厌你。我想一下几首啊。我讨厌你。
所以你们想好自己的粉丝名了吗？叫什么？高铁、地铁、火车、老铁。我上几首？我上一首、两首。完蛋了！一首、两首、三首、四首。你是猴子吗？我看成你是狮子吧。对，你截图十一师徒以下呢。萌妹，叫萌，你们要叫萌妹。嗯，第一首叫高纤维是。这有点不好听吧？哎，有点不好听吧？完蛋，我一共讨厌我。你想被我讨厌吗？我讨厌所有人。你们是唐僧，有几个唐僧啊？白龙马只有一个。白龙马要驮几个唐僧啊？忘记了。完蛋，真数不明白了。4首还5首。你们有看过《夺宝幸运星》吗？四是。稿子梦黑化版，对，黑化了。你是猴子。好像是四首。被高子梦讨厌了。对，我都忘记我们现在排过哪些。你们都是那个什么？等我看一下。嗯。都是26件3排7。安静，让我浅浅的谢小野牛送的荧光棒呀。你们有人看过夺宝幸运星吗？就是那个搞笑版的动画西游记。别说了。那个我之前可喜欢看的。我还一边化妆一边看。哎呀呀哎呀呀哎是什么这个是什么？还好你是刚刚想想，不然你就听懂了。这跟你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吗？先别打断我，又是熟悉的。对，这跟你是不是有什么关系？哦，今天我六点，今天我五点多，今天我五点多就睡醒了，然后我就睡不着了。但是阿姨的饭还没有做好，我就出了一趟门，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在早上出门。我感觉早起还挺不错的，就是有一点冷。好像是四种。说。明一下你是哦，好吧，那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相信。到目前来说，你们是捕猴人，你们要捕我是吧？每天可以帮你早八吗？可以，我可以替你上早八。我这一周就要把它撕下来。但是到了八点，我就去睡回笼觉了。还没撕。可以帮你考试吗？可以。今天太疲惫了，今天我浑身都疼，我以前都没有过，今天浑身都疼，可能是这两天就是运动量很大。今天那个舞真的是就是脑子不在线，最后脱镜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在胡跳。就是说，虽然不知道现在还是头一次这种情况。之前乌龟老师要用小高阿姨，你在叫什么？你再叫一遍，有本事你再叫一遍。你说你们两个竞争一下。今天那个舞学的我稀碎，上蹿下跳不就是猴最擅长的？小，你怎么也叫我这个小哥？你这个名字不是丹哥专属的吗？发好翻牌了，行，等会我去看一下。19小是什么？现在就周六带给选手看。你朋友开家长会8点到10，上午吗？我很讨厌家长会，因为我一般都是被老师骂的那一个，因为你主人是给你的其中一个老公，当然也叫这个。我可能会震惊，我什么翻牌会让我震惊啊？我不相信，我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。我之前在房间发过那个照片呢，就是。我可以猜猜哪方面的哪方面的，你跟我说说。就是那种可爱的小高高。没有 A4 纸那么大，就是个可爱的小高高。
你吃了个大瓜，见我不相信你们这些话了。我也不敢，我不信。能量会有多大？反正他不大。老公，你来了。他也不小。晚上好。但是没有 A4 纸那么大。今天吃了个大西瓜。爸，你自己琢磨吧，其实可以问。有多大味？啊！你这样说我就太好奇了。然后，今天晚上我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要正好有东西可以表。OK。那我等着做个带给你。你是为了让我赶紧去看对吧？晚上好。我就你一直到晚上好，但是我这里的时差还是早上。结果我就是你先闪现去房间，为什么？下楼准备你去房间干什么？化妆箱的时候碰到了。现在房间应该没有人。说准备录音了，但是因为早上好，对，现在是早上。是我的早上。那咱们两个换。但是我当时看我这首歌，还今天我还不知道浑身今天浑身疼。早上好，早上好，中午好，晚上好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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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记得凌晨，记得凌晨好和傍晚好。然后我就是跟姐姐就说，我觉得我这个衣服这样看起来好，就是乍一看特别像迷彩服，像军训服。然后还全程在吊着嗓子。我有好多丫丫和小黄鸡，那个小黄小那个丫丫不是我的，但是这个小智是我的，他叫小智，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，小智我的合作伙伴。五个多小时，然后我接着就去录音了，讲讲就是上老师课，然后我记得恩上父亲去世后变成我的老婆亲。啊，我怎么看不懂的？都是中文，为什么我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呢？用我们在一楼放着的那个喝粥的碗，用那个碗接了碗水。一个谈上了，正常的。期待了。正常的事情。看不懂你一会儿给我发翻行，你可以给我详细解释一下，不可以低于1000字。很洗脑，这首歌太洗脑了。我是老师，我要给你的作文提要求，不可以低于1000字。太辛苦了，暴力症都说完了。接下来会更今天给白月光递奶茶，他觉得不要当舔狗，我跟你讲的。我们这 1000字你还是给我发微博，就一直到周日我们都有舞蹈课，就是为了下一周的是给你一些工作安排。小庄阿姨晚上好。小庄阿姨，小庄阿姨晚上好。谁叫我小庄阿姨？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过分。但你想想起小智这个名字的人是有多么聪明，因为他很。谁取的名字了？我也忘记了。他就是看他眼睛很，他的眼睛看起来很。小刚在说小庄阿姨，他的眼睛看起来很睿智，所以叫小智。想到了，他不睿智吗？爱上会变得不行。还好只是好吧。智老师应该说还好，是你取的呀？他真的很睿智。他叫小智就是名副其实。叫萱萱，真的吗？小庄老公晚上好。你好呀。你的小庄老公在隔壁。是谁喊的小庄阿姨？刚刚小高奶奶，这个是真的吗？小高粉丝说的。他提过小智爱吃他二舅。对，但是小智好像吃腻了。没听他说这件事情。叫萱萱奶奶可还行。今天在他最近不聒噪了，他可能是改了改正了。他最近不聒噪了。小庄，我可能一会儿就下，然后我就要去。为什么我不懂这个呢？等录音了，等录音结束之后再继续。孙子，跑你旁边保护你。庄文静有时候也是一个很文静点一个小姑娘，小女孩，确实，她有时候会很文静。谢谢。有时候会很吵闹。讲一下明天哦，明天国公演刚说完，明天可以。我好困，我好累呀。等我什么时候不困不累了？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旋律。我就整个大招。谢谢花花送的荧光棒呢。
啊，太累了。一会儿陪女朋友，我讨厌你。感冒了吗？可能最近换季有一点过敏吧。你去隔壁送了一个包，你都不给我，你都不给我送包，我生气了。他文静时只能在睡觉，他睡觉也不文静。我偷偷告诉你们，他睡觉也不文静。谢谢小李一米六的一个荧光棒。等我去看一下消息是不是我的。哦，我要，我可能一会儿，我可能一会儿，我可能一会儿要下了，因为到我那个录音了。我先下了，一会儿我们再继续吧。谢谢嘎嘎扣的十个。荧光棒，八八哦，我都要下了，你才出现，跟我八八，拜拜，一会儿见，我先去录音。